们有没有发现三个单位是完全不一样的性质跟完全不一样的内容？然后在云里雾坊的这个部分，它做的是家事服务。大概只有我是从他们的师傅开始做多元成为型的时候，就一直看这种情况。好，刚才跟你讲是说，在三里面到一个地方，他发现这里的变化实在是非常的大。那也可以看到，主管是说，陈理事长他在这七年来对这个地方本身经营本身所投入的在整个行销这一部分是最强的。那目前来说的话，大概没有任何一个计划单位的行销能力是像鼎灿这个样子的，会有他们专属的活动品配出现，帮他们制作的之后才呈现出来。那就这个部分来说的话，这是我们大部分单位本身都没有办法做到。结果我们来看的话，这里有很高的满意度。其实我们建议是说，我们在满意度这一个部分的话，还是要把满意跟非常满意这个部分一起加进去，都是能呈现出来。这样子它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幸福力。那说我们很强的行销的这一个部分出去之后，也是基本上来说的话，我们在鼎灿园这一个部分所提供的五项目标，我们在这块上面呈现。那鼎灿园，那如果说这一块部分我可以去做呈现的时候，就可以表现得很完美，然后可以让人家知道，就是说我们所行销的内容是什么样子。大家好，多元伙伴大家好，老师好，我是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名在南名姓郭，因为今仔日有较紧张啦，本来拢无伫个出来含人伫个人吼，伫个一年前吼。就讲吼，袂使甲社会脱节吼，来应征去个多元就业服务站吼，来甲介绍着个鼎灿园吼，行销导览。我想讲，敢有法度，家己想讲来甲试看卖啊。结果来遮吼，遇到阮遮上课，甲遇到阮遮较老年迄个同事吼，来甲我介绍着咱鼎灿个特色吼，即个四句联啦吼，安尼啦吼，毋捌看到个店面，拢普通是拢是。迄、那个四句咧，咱咧连歌笑话吼，甲那小朋友讲歌，嘿啊，讲着歌迄个较正式，所以各些层拢无相同。来到遮吼，我的感想就是讲吼，互我加一层讲知影实在，加了知影讲家己搁有即个技能。以后若无伫咧鼎灿园的时阵吼，离开即个鼎灿园，我搁有机会要讲吼，来一个一技之长安尼啦吼。最后来感谢讲吼，咱即个迄、那个多元方案的迄、那个。好有这个阮协会需要人员的时阵吼，我过来应。因为吼，伫这三年前我来到这个所在吼，从我家己的人生观拢总改变。不过来到这的时阵，收到吼，大家朋友、大家同事的斗阵了后吼，甲阮理事长的指导，充满一挂较有热情的代志出来。像我虽然。而且是啊，做总体营造，